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，是不少富豪的理想居住地。财富研究机构 WealthX 发表最新的报告指出，香港的超高净值 UHNW， 即是财富净值3000万美金以上，折算相当于超过 2.34 亿港元的富豪人数多达15235位，以城市区分冠绝全球。紧随其后的是纽约，有14235位，洛杉矶以7715位排名第三。第四至第十名依次分别是东京、伦敦、三藩市、巴黎、芝加哥、华盛顿和达拉斯。报告又显示，由于财富投资组合受全球经济震荡拖累，全球今年上半年的 UHNW 人数按年下滑约 6% 至392410位，是四年来首度减少。UHNW 富豪的净资产亦都按年跌大约 11% 至 41.8 万亿美金。值得一提的是， UHNW 人数最多的10个国家入面，美国、日本和法国今年以来的 UHNW 人数都出现双位数下滑，只有中国按年增长 2.3% 至51145人，仅落后于美国的121465人。